女足亚洲杯决赛，中国女足3-2神奇逆转韩国夺冠，盘点整届赛事五大破防瞬间。一，水庆霞在绝杀后疯狂庆祝，被高高抛起，意外上任的她，终于证明了自己。二，决赛最后阶段，门将和后卫舍身赌枪眼，重要性不亚于独秒绝杀进球。三，对阵日本，中国队员拼到被担架抬下，铿锵玫瑰，永不言弃。四，对阵日本，最后时刻，中国队员跑到腿抽筋。五，首轮比赛王霜进球后，比心兑现和乡村女孩们的约定，这样的女足怎能不爱？